六式，金刚倒对。一，身体微微左转。两臂松沉蓬开。二，松肩沉肘下落，收回，略微收回。三，往后走，往下沉小圈，再往前走。四，再松沉。五，大圈往后走。双手的运行路线轨迹略微大一点，移重心，转身过来，两臂继续前后展开上步，握拳松落，找准重心，放松好呼吸，起。